传奇花型。边传边长谷川至少稳定能用大招得分。哎，仙草，你是不是没有传奇流川啊？我发现你都没拿这只角色过，不过他已经ban了啦。我是说，你是没练这一只啊？他拿神就是。用大招想要补那个，就是护干这样，没练。我守神吧，你那只带主攻炮，首先到应该比较好守一点。哎呀，很累呀。好的，太慢了，不然你踩得到的。助攻。有，我真的觉得传音很难盖这个，就是相对于主塔来说，比较不好抓，太细耶。他的火锅范围太细了。妈的！哦，莫西嘞！不能全贴，全贴要直接跟藤藤交换。哟，这什么？普超连绝杀灌篮。啊，洗吧。感谢你的加油。他不能抄，他不能抄，弄死他！我把你卡住一幕了，哟，很靠北。看樱木不能抄他，然后还要看他那边举手，真的很靠北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手递手，
干这角色，我真的觉得传花这角色喜感超重，就超有喜感的角色。干不能抄他算了，还要看他在那边持球，恶心你。哇，没看到，可惜可惜。还是你每次持球都给他弄一下。哎呦，有了。太哭了。哇！哎，鬼！我的，没跌到啊！这是什么动作？不是，哪有什么动作，就很哭啊，超靠北的动作。因为传音开天才形态，不能那个啊，不能超级啊，没有超级键呢、啊。没有，他只是单纯要戏弄那个传奇荧幕而已。好嘞，靠腰啊，投到两分去啦，还好有补扣，超亏。小田同学之前的名字叫什么？就叫小田同学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猜到了，哇！我猜，我打。哇！没事，一人一颗。谁要赚助攻？赶紧丢过来！靠赛迪超一颗撞停哟！我要不用留大、啊，干嘛留大、啊？肯定是留大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因为我们一定是那个、喔，一定是拉开，他们又没有能盖的角色，肯定是会。太强了，传奇花型。啊、靠腰嘞，鬼漏一颗，干想去扑球了。我自己也觉得那个不知道感觉啊，体感上是不是那么好盖？啊呵，拜，两个撞停。我自己也觉得传花不知道为什么拿传音不好盖这个转身灌篮，但拿主塔都不会，就要盖比较准啊，要盖比较准。我自己体感也是不好盖。真的很靠北，不会，老鱼好盖，老鱼算好盖的。我说传花的转身灌篮，不知道为什么传音就比较难盖一点，真的太哭了，天台。哎呦，角色太恶心了吧！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